非常盛大的新三王文化祭。今天是我们第一天暗访的一个我们的行程，我们暗访的一个庆典啊，在今天晚间即将正式的为大家来做安排。那一样的舞台上精彩的表演，来自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些团体，还有呢各大我们的 DJ， 今天来自我们主办单位都特别聘请他们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，为大家安排一连串精彩的表演。那也要在现场当中，来自呢主办单位有特别。